部长早安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抱歉。部长，可以说一下桃园两天四度停电到底是不是缺电吗？哎，不是不是，桃园是配电的设备坏掉哈，跟供电的系统没有关系。那张善政说能源政策荒腔走板有这件事情吗？这个桃园的这个事故哈，跟供电完全没关，所以我想大家就事论事。那你万一北台湾差一点限电，这个跟限电有关系了吗？就是跟缺电有关系吗？桃园这个确实是事故，好不好？礼拜一傍晚的北台湾差一点限电呢、欸。这个是因为没有限电啊，吼。那这个是因为确实地震，让我们很多的机组有的当天就发生故障，那有的确实是几天之后发生故障。那这个地震造成的这样的故障，那这个是没有办法预料的。部长怎么看？部长怎么看？因为要开会了，要开会了。这是两件。这个政策荒腔走板。何三有机会延议吗？记者不要这样子，好不好？记者不要这样，我要去开会，我现在已经超过时间了，好不好？那可以的话，我一定会跟大家做说明，好不好？部长，大家都关心电力政策啊。大家都关心电力政策，部长。